百川院，查案。来过这村子之后的人都消失了，那他们去了哪里？一夜鬼出于四方，这才一天，这尸身竟然腐烂得这么快。在下呢，懂得一点还魂之术。我可不相信什么起死回生之术。若果现在离开，你家旺夫就白死。 愿赌服输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越是此刻，就越冷静。这十年我每日都想和你再斗一场。阿飞，你我还有一战。我以为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呢。你的心情，就算寻遍天下奇药，我也要帮你找到。 我一定会用我手中这把剑，成为顶天立地的大人物。你这个人最大的弱点，就是喜欢当英雄。李相夷不是天下第一吗？怎么会死？我师父可是威震武林的四顾门门主李相夷。我的世子终于得能夺。李相夷不是李相夷，从此这世上只有李莲花了。 十年隐忍一朝而发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真相只能你自己去寻。